哎，真的假？2500元宝石连抽，先抽这个普通的好了。嗯，啊，我们影片是讲很细的啦。你直接先那个啊，就是装备的扫荡啊。啊？就紧！哎，我讲正经，我都唔知我会当进阶啊呢，我搁底下发呆啊呢，搁底下两眼呆滞。几点了？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宝剑台啊。或许我这把应该有跟你们说过了。啊，天哪，很丑哎！哇，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很丑哎。先锋文丑，我们今天可能直接讲先锋文丑，啊，不然可能讲一些，什么是文丑呢？十七的吗？因为我是怕他有出新角色出来啦。因为其实我们这边也没办法确定他是不是哪时候出了一个新角色啊。你给我造型。这个蛮帅的。现在目前有两个造型。哎，最近把这个带出来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下。来了，我先往直接给你们了，我生气了。三眼仔不灭杀心，这边都可以看一下。